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板鞋，现在为各位来实测我们这个暗黑骑士的这个命中的问题哦。那我们测试对象是新的人生哦，等级八速魔防二一，防一五七减伤十二，十秒的伤害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啊。嘿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好了，接下来为各位测试是等级八十五魔防一二一，防一五七，减伤十二啊，十秒伤害。我们用魔消来测试，这样抗魔会比较低。那舅舅，你帮我放一下。好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二八八零减二一四九，扣血七三一，哎，有比较多哦。好，再测一次啊，第二次的实测啊。等级八十五魔防二一一，防一五七减伤十二，十秒伤害哦。来喽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十，好，扣血多少？二八八零减掉二二六零九，六零九，好，好，我们再来实测一次啊。那个等级八速魔防一二一，防一五七减伤十二，十秒伤害哦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多少？扣多少血？783，783。哎，真的有差哎！哎，第一次是649跟731的差别，然后第二次是609跟783，所以抗魔比较低的时候，大概扣血都是700多滴，那抗魔比较高的时候都是600多滴，那。目前测试这个结果给大家参考一下吧，因为目前看起来是抗魔比较高，打起来比较不会痛，因为抗魔的会有影响到的是魔法命中啊，我自己以前测试是这样 啊，因为那个这样差很多，差得很的离谱，所以如果等级拉上去应该是不会有这么大差异啊。那以上测试供给大家参考，那也谢谢那个大家帮忙在这边测试好不好，谢谢大家啊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，旁边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，我是平板星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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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